这下看你怎么出手。哪里跑？今天想出门，先过我三关。来，第一关，不打开瓶盖，喝到里面的可乐。简单，我只要用一根吸管就能。太神奇了吧！第二关，你能让气球里的水离开底部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做到了，这金镯子送你，有多少小星星送你多少个。只需要将绳子不断缠绕，然后拉开绳子，气球就能围绕自身中轴线快速旋转，带动水离开底部。第三关可没那么容易，用甘蔗造一张纸。甘蔗造纸？真的假的？造出来，下期视频我绕西湖跑三圈，给我等着。行不行啊你？完成。下期想看轩轩绕西湖跑三圈的，扣个一和结局喽。